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艾玛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电玩宅速配。红心辣椒旗下的网络游戏《我的狐狸女友 Online》呢，不仅也要在台湾正式 OB 了，还找来了游戏代言人林依晨，化身为游戏里面的千年狐狸精哦。那到底林依晨打扮的有多绚丽呢？我们现在来看现场的报道吧。目前当红偶像剧《我可能不会爱你》造成话题，而男女主角是否终成眷属也成为所有戏迷关心的话题。而成功诠释剧中女主角的戏剧女王林依晨，也在红心辣椒的邀请下二度合作代言游戏，化身为千年狐狸精，成为《我的狐狸女友 Online》代言人，率领十二位最美丽的幻姬仙子降临凡间，要跟玩家展开最凄美的爱恋。红心辣椒表示，我的狐狸女友是由北京林果科技所开发的中国风奇幻线上游戏，在中国市场也缔造同时上线450,000人的佳绩。而这次红心辣椒不但与林依晨二次合作，请他代言我的狐狸女友，也对我的狐狸女友充满信心，希望能在台湾达到同时上线30,000人的目标。至于展望2012年，红心辣椒预计还会有8款新游戏陆续推出，以每季推出2款新游戏的进度，也希望玩家能够继续给红心辣椒支持鼓励，就请各位玩家都来寻找自己的狐狸女友吧。